8月21日，将近800名费城的华人华侨和外族裔来宾，在宾州华人侨团联盟执行主席沈丕泉先生和朱峰秘书长的号召和组织下，在朗豪郡 Lincoln 河西西公园 Coal Creek Park 举办了一场宾州有史以来最具规模的大型秋季郊游联谊聚会。在活动主持人沈丕泉主席的开幕致辞和朱峰秘书长的答谢发言后，主题为庆祝宾州华人侨团联盟成立6周年，暨祝贺费城荣获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办权，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各式的菜肴品尝，把中华的东西南北菜系和各地风味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一种浓浓的思乡情怀和久违的乡情飘荡在会场的空气中。特别是来自广西同乡会的烧烤大师们，在会长李世鹏的带领下，用他们精湛的手艺征服了现场的父老乡亲。孩子们似乎比大人们更兴奋，羽毛球比赛、吃西瓜比赛、拔河比赛、积木比赛都踊跃参与，大人们也纷纷参与到很多游戏中。费城市议员欧大卫也由衷地发表感言，今天的活动让他看到了华裔朋友们的团结协作和率真的性格，同时也赞扬了联盟全体领导们对和谐社区的贡献。在宋飞鸿、黄晓燕、张锡川和邓军等几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中，宾州中级法院法官 John 也即兴参与伴舞表演。费城姐妹舞蹈团、费城富贵舞蹈团、费城彩虹舞蹈队也为活动贡献了精心排练的舞蹈，其乐融融。联盟执行主席沈丕泉表示，感谢大家参与这次活动，也感谢许多的幕后工作人员为这次郊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感谢 BJ 橱柜公司、王牌火锅、凯美养生、九鼎轩烧烤火锅、美人阁美容媒体中心、天籁极光灯具为此次活动提供的赞助支持。最后，在沈丕泉主席带领下，广西同乡会会员身穿艳丽的民族服装，用广西人的山歌感谢四方宾客，众人载歌载舞，完美的将这次费城具有里程碑的华人郊游联谊会活动降下。希望你们有任何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联盟领导。 To supporting your community getting bigger, getting stronger. I'm very happy that everyone's having a great time today. 再也非常感谢很多文体单位。
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啊！垃圾两大箱。